这个孩子是当事人，是受害人。你听我讲，我是负责。是不是要在开庭之前把他身体耗得不行了？那是法院，让他出不了庭，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是法院的事。这第一个问题，第二题，第二个问题。他是当事人呀，他是当事人，他是当事人，他是当事人，肯定要先进去呀。当事人，我进去了。肯定要先进去啊！我听说当事人还有他的爸，一个人进去吧。这里不是审判，第一是公开审判，我第一时间就向法院申请了全程直播，第一录像公开审判。这是公开的，这是受害方出来。当事人，我作为未成年监护人，我是公开的，我提交有效证据。他又能怎么样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作为当事人的雨辰，现在眼睛都流血了，但是呢，法警呢不让他进去。大家可以看看啊，不要堵塞通道啊。这是个办公。你们要打人呀、啊？你们是谁？你们给我站出来！我们不会放过你的。难怪不让我们参加旁听啊！原来你们这里这么的猫腻啊，这么黑暗啊！再不办不了，我们到中央。你们这不是助纣为虐吗？你们的孩子也在上学啊，对不对？他们没有儿子。你不是维护座舱吗？这样的老师，你们为什么维护他呢？为人师表者，全都授业解惑。他传的是什么道，吃的是什么业，解的是什么惑？你们在维护什么样的人？维护杀人凶手。他们维护杀人凶手。你不让我们参加旁听，你的法律条文是什么？对吧？国家授予我们法律来参加旁听，对不对？这是国家明令禁，就是允许我们参加的。你们没有授权，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难道你们听到领导的哪一句话是你们领导跟你们打招呼不让我们进去？他说的话就是王法吗？你能回答我吗？你们是听领导的，听法律的。到群里先让开一下，有事情的话，我们到有地方啊，跟你来答复，有地方跟你们答复。你看这个眼神，啊，我的眼神，我们这个通道有人要出进来，这是消防通道，请你们配合一下，留开一下通道好不好？留开一下通道。那个是你心愿，那个是你心愿，是你的愿不愿意挨个打一个？上人，他明明都过了个关，当事人的不能领子进去。这样对待我们家，这样把我们和我的子女啊送人家，这天气大，那你谁来帮我们拿货了？厉害一年了，你咋不征服了？厉害一年了，我人很了不起呀，真的。什么？